侯友宜一早现身竹北的市场扫街拜票，人气依旧很旺，但眼看蓝白整合最后关键一周，却卡在全民调是否要纳入政党支持度，侯科阵营僵持不下。而根据最新媒体民调显示，有超过66%的选民认为全民调本就该纳入政党实力比拼，而不管是侯科配或是柯侯配，也都能赢过赖萧配至少6%。侯友宜再度呼吁柯文哲共同倾听民意，找出合作共识。我个人从头到尾都拿出最大的耐心、战意、诚意，一起面对蓝白合作。我也期待柯主席也能够一样，不要再回到原点，把最大的诚意跟善意一起跟国民党大家好好在政党协商过程当中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未来努力的方向是内阁制，立委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政党的支持度纳入民调天经地义，66%的民意支持柯文哲，是不是从善如流，听民意。民众党表示，候选人的互比对比可讨论，但对加入政党支持度始终没松口。侯友宜在喊话：面对蓝白合作，不放弃最后的机会跟希望，更期待就是说这一两天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给出来。联合赛不是淘汰赛，国民党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去面对民众党。个人真的是小一点，啊，人民国家大一点。马英九表态挺柯文哲的全民调，还说愿意当侯科猪协商时见证人，国民党这么回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在协商阶段，前主席其实不宜介入。蓝白合有共识了以后，再来邀请马前主席参与，恐怕是更加的恰当。11月24号就是总统登记最后一天，蓝白合倒数关键时刻，怎么面对选民期待，高度考验主帅智慧。记者张荣慈、苏国豪、SNG 小组台北新竹报道。